的手串。他跟他构思的一样，他把这个给拆了，然后为了给你垫呢。这里一身包已经没有意义了，还有一根毒针，没扎出去。到现在没有听到人嘎的声音吗？说明有解毒剂。我应该把火枪那个解毒剂都给他拿了的。这里是真的在争分夺秒啊！只恨自己不是功臣，造东西速度这么慢。我们看到他们已经开始上山了，准备。这时候要把所有的资源都利用起来，啊，就赌最后一波。因为，如果他们没有大枪的话，打熊速度是很慢的。